整插的特别黏，带这个前锋呢。 这都能让我捉上啊！我还纳闷什么东西撞我呢？不能把他放走了。 我把他放走了的话，黑妹和前锋全都得好。还没看见黑妹，真怂啊！ 三层，又磨好了，真狠呐！ 哎呦！不炸了！这把真的炸了！ 应该钻洞的呀，不应该打的。
这天气点的不灵性啊。没有人。哎，无所谓了，四杀变三杀，本来能四杀。看来平了，三杀都捞不到。后面我以为开终点去了，他居然敢往回来跑。看见黑妹了。门开了，这波前锋可能又要去救。一次机会突中一刀，差点给我搞输了。真不应该打那个洞的，应该跟着钻。没这个习惯。真就你小木屋前锋啊。这边还黑妹呢，一个比一个难追。you
走你！这小子丢个眼。哟，怎么叫弹刀的？因为你心机不打你，再见，姐姐三层带走了。卖了，说到死。他手上是球吗？我的球，不是前锋。哦吼，被打断了，真惨。小手容易平，蜘蛛至少能弹一下。简直，
黑妹，这边不出意外是能拿一刀的，他这边又要往鬼屋那边跑，等你，不打算跑木马。 鸟呢？可以呀、啊，绕了一圈跑过来了。那这把要抓你了，你没球了。 还敢修炼机了？还敢修炼机了？ 没搞到吗？我日！哎呀，亏了。 狗他一口，那这波血回的爽啊！我是打算直接打的，我没打算犹豫，可能打的急了一点，快了。 狗到一口了，这边差一台电机啊，差的就是我这台。你再直接扯一个我看看，我当着你。 先知在原点，这条丧尸应该是直接死了，机子被收走了，黑妹也不敢过来，吐一口就死。我不着急啊，我蹲在这沉思啊。
谢了啊！我为什么这么浪？因为我敢浪啊！我能赢啊！我浪，我怕什么？ 熟悉的地方，熟悉的前锋修机，熟悉的有人坐车。你瘫了呀，小伙子！哎呀，我瘫了，炸！ 小子皮，娇鸟。 翻盘点，吐是吐到了，但没什么卵用。 装啊！是看你球快还是我手快？ 还差一台。
七点，七点祭司。先知刚才是捕了寻着木马跑了，乌鸦飞了。调香师救先知修，他不会从桥那边绕了吧？看见他了。 在小木屋，屠夫。好的，蜥蜴人，我的蜥蜴。去找他了，我去找他了。你头都疼了，在我这。我追了。 我发现磁铁修机是真的快。嗯，妈，两 Q 的一，蹦蹦蹦蹦蹦蹦蹦，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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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
我敲人皇了啊！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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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像也不多，好残，剑也画的。我要去世了，二楼。我有鸟。娘娘，go go go go！好了，看结石了，对不起。哈哈哈！真是。我到二楼，听我懂。怎么样啊？他要跳下来了。三，二，一，修修了，修。 慢了，这个有点慢啊，三。我给你鸟，我帮你救，我帮你救，我就行。打分，哎呀，我空了，可以救了，帮我扛一刀。不能让尸体啊！走走走走走，那肯定不能扔。
明皇，反正我在跟他瞎跑。弹弓超，小鸟叔，走走走，他一台在哪里？我那台，龙华。十五。这条我在掉针呢，奇怪。嗯，我好像没停几个游戏了，直接用户中断。这怎么又开始掉线了？哎，他也做完了。完了，我掉线了。出多少啦？没在修啊。呀？没在修啊。啊？你在干嘛？哎？这玩意儿？什么意思？这什么？哪一台？艾迪，你的哪一台？就椅子旁边，椅子旁边。哎。我操！粘上了吗？五六千。没有，我掉的。它没了呀。他没了哟，你再不就没了？没了呀，咋不好的呀？突然没了，我操！我跟你说，俩气球刀你就没了。何止气球刀，一屁股一刀直接坐死了。来一下 ，A 一下。五六七怎么了？掉线了。五六七在演我们。五六七在梦游。哎，我这无线网密码怎么错误？我玩个死喽！啊！我知道。大门那个小门在点，小门在点，直接去小门这把赢了。快快跑一个，跑一个！他可以牵气球刀了，你小心点。突然，我的手机，非常的得劲。你能不能要圣诞门？那圣诞门，撞墙了！快，他撞墙了！他结实是回手掏，然后让玄子走就完事儿了。掏个毛线！我得攻击了手机了，他一直显示我连接错误。回手掏，冲呀，马克克！这个掉线真得劲。这么长，前锋吗？玄子，那这把开局节奏还行，抓到一个可以抓的。有眼啊，大兄弟，眼加三层，你翻得动吗你？不着急逛，哎，我刚才按了 X 怎么了？哎呦，醉了，没挂上。我按了 X 没挂上人，惊了。白给了。
本来挺好的节奏，一直给我给送回去了。三连击破了，都在修。这把可能要往平局打了，他怎么做下去的我都没看到，感觉自己活在梦里。我去，100秒，我得拖时间了。这都没抽到吗？停了。哎呀，头好痛啊！真的白给了。秒倒的先知，送了都。真的演员开门了。能赢的局，按了一下 X 没挂上人，彻底崩了。先知，回了。浪费了
浪费了将近三成十。被阴一板子，再不打个受伤就没了。丢三台，节奏差了一匹，丢四台，废墟还有人修。这压了啥嘛？还没蹭到丝，又平了。然后是把门开了，要把佣兵摸起来。
太慢了。老白点，你他妈打了什么？投降是，我以为他会往大房走的，他往这边走的，不好追的呀。但我也不能挑。看见人就得追，不能挑，挑的话一台电机。而且也没法跳，跳的话只能往大房那边那边去冲进去了。没了，又要等一个run。人皇那边呢？应该是过来了，有两台还好，不算特别亏。直接贴脸吧，他要开球的，小木屋过来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直接往我脸上跑啊！看我太惨，给我送福利嘛！黑妹把前锋摸好，前锋过来救，先直冲一起。黑妹拖节奏了。估计是卖了，不着急换，这边要杀黑妹用的。这都打得到，我就随便一出。真牛逼呀、啊！最后一台，没怀表的前锋。还好我这金靴没换，换了我就炸了，他下来估计要溜我好久。这条猴子一咒直接手死他就完事了。
终于不坑爹。其实没充一起也想补。那把板子下了吧。等无人，不着急。挂上走吧，应该知道大概位置，就看在不在。他这机子肯定是碰过的。应该不会在角落拍第一脚，看来跟我想的一样，往大王跑。终于不白给一局了。我没看见是谁。还好，这个可以追。爱护鬼的模型比较小，不好装。哇，这个树倒的也太不给力了。
过半了。打到最上面的吗？不佩服一下他们的修机速度，快得出奇。应该是平了。打算把这个人卖了。幽闭恐惧没什么卵用啊，基本上是过半打平的，没过半估计更难打了。又是角落，真的烦。到底祭师应该在这儿。
他怎么在那边啊？估计要丢两台。宝宝倒是死干净了。强施救，前锋骚扰，前锋要死保他。没种子啦，这个时候。太崩了，真是太忙了，忙的种子都没得捡。黑妹救，前锋修。开球就。没治愈，黑妹开门，挑战者往那边跑。哦，子跑得这么快，大王不会低叫吧？没地窖，
一晚上。小僵尸跑了，这是个前锋。动什么情况？趁刀！没丝了。哎呀，这一波撞的可能有点痛，这愤怒恢复的快，估计又想开球。上半点就这波救人了，我有双头丝得拦住他，拦住了能赢，拦不住又平了，头都大了。还挂死救呢，那又要平平一晚上啊，妈耶。睡觉在这儿。人皇亮的那个人过来救，双十一在压。我拖传送无所谓的，
哎，刚才不是一个大师吗？全没了。前锋死，前锋，前锋，给个面子，飞一下，飞一下。哎呀，我去！就贼烦，又让他给捞到了。天之，你也给个面子，哎，算了。必定被捞起来。不用什么面子，已经没有了。要不你们给个面子，不要开个门。门没打开什么的。就很烦。拼一晚上，赢不了。